对，我们很多天都会对他，可能就是抓局部的出来。对，你的建议是什么？嗯，不是，没有，我就会说他传过来，我就说哦，哎，如果可以再少一穿少一点会更好之类的，因为他有时候遮太多沙龙，他有的是沙龙，我就叫他把沙龙的弄掉。指导 pose 之类的，对对 pose。那你有买吗？有有，他有买，但是他买了之后，他不知道把它丢去哪里。哎，小哥，好，小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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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好，好。你们太对，差太多了。我要回家了。哎，我全家都站起来。小哥，嗯，请问一下，今天为什么会带那张照片来祝福我们这个新宅？夏天嘛，就是一定是想要给大家清凉的感觉。请问一下，您的三围是？30G 23.5 32，32 33我也忘了。30G 哦。对啊，要不然就是可不可以跟你握手？32F， 就是都可以，两个都可以穿。我从来没有跟 G 的握过手，真的假的？我是第一次，很开心。这样就开心了，对不对？来，请问。哎，你觉得是哪一张？我觉得啊，压力好大。我觉得 G 哦，哎 ，G 啊，哎、欸，你看，好像蛮明显的，嗯，蛮明显的，嗯，你讲啊，我觉得啊，我觉得好像是坐马桶那一张，猜错，来，坐马桶，怎么猜错了？透心凉是错了，哎呀，对不对？上厕所怎么会凉？大哥，大仙，我会第一棒通常是最轻，是，对不对？对，要不然后面怎么玩？也是，对不对？大家谢谢。而且额头很光，好像蛮好弹的。这刘海今天算对了，对对，很有型。还喷过胶，不用再泼了，他还会 Q 回来。兄弟，你小你在那边负责收音啊？对对对。哇，哦，你收音那个画面好好。不要抖，没开始，放轻松。谢谢大哥。挺胸。男子汉怕什么？谢谢。会有一阵子短暂听不到声音。哇，还好呀，还好呀，大哥，有，还好，啊，你应该最后一棒，对，啊，不，倒数第四棒，对呀，对呀，对呀，来，还没有，他要第二棒，如果什么？如果他弹得太轻，他就换他了，他在阿翔后面就好。啊，对对对，我是很难超越。曲哥去哪？阿翔太厉害了，没有吧？曲哥，你常常喜欢在正面，哎，曲哥喜欢这样，哇。第三棒，目前为止，哎，你会觉得我们这一家人很奇怪吗？不会不会不会，大概已经89，来给你一个，给你一个99的，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瘦归瘦，你不要，我知道，他真的很有力。其实我是挺你的，知道吗？对啊，小熊别忘了收音哦。有，我有在收。记得哦，我是飞进去的，你又飞进来，你不要飞进来。我没有飞的话会输给曲哥。嗯嗯嗯嗯嗯，镜头有哈。嗯哦，哇哇。我靠！我靠！干嘛？干嘛？没有，录取啊！这只是一坐好，坐好。各位，要干嘛？精彩的来了！哇！如果打输阿翔，就要被打。而且你那里太贱了吧？没有，所以你要用打击，重新打。你那一路痛到鼻梁，痛到下巴来，这是游戏规则。你们有一句什么五六怎样不能死？老五、老六、五六不能亡啊！不能亡，不能亡。哎，等一下，等一下，血管有没有爆开？我额头血管有没有爆开啊？哎，整 OK 了啦。没关系，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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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节目见，五六不能亡，五六不能亡啊！你话少一点。不要压，要我不要呼吸。等一下，迈近一点。嗯嗯，来啊，嗯，一，对。三啊！哎，还好还好，很高兴啊！不是，我必须讲一句公道话啊！你讲一下，因为你最清楚了。他放水，因为放屁啊！放水，虽然都是兄弟，但是三棒是三棒，因为三棒是累积上去的。对，翔哥真的比较大力，没有办法，真的。小熊啊，他就真的，我这人很实在啊。熊熊是来宾，对不对？来宾指派我们的棒次，第一棒是谁？我重打一轮，疯了！你刚刚没有录的，大哥，不能放，打一个就好了。没有录影吗？大哥，我们放我们一个就好，一个就好。要不然我们这个四个女星出来，我们就打得晕头转向。那你选，那就想哥。会选会选。我想说
从哪边跌倒从哪边开始、嗯欸、你是因为他被打的、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啊、要不然如果他选森达的话你们两个就一直后来换来换去的四哥你知道惩罚规则吗？我知道，知道。我相信你不会被，你应该不会搞砸。怎么可能？对对对，我们不能放水。是是是，我不应该。来来来来来，请自己提了，明算账。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这一 round 我打边一点好不好？因为他现在中间额头这一块已经凹进去，凹进去，有点那个屁股，已经变成屁股。来来来来，我在打这里啊。哎，打边边会不会？哎，边边很痛。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边边比较不痛。可是打边边会比较没有声音。不会不会，没事。这里啊，一、二、三，哇！你冷静的思考，他有没有放水？他有没有放水，立冬？他有上，比上次小力。哎呦，你比上次小力，你比上次小力真的不行。我怎么哎，打到我车了呢？真的比上次，对，还有下一轮，这轮到这个位置，来吧，搬进去。哎，我们还要猜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有别的玩法。这个我们就算这个四弟啊，警告一次，好，好吧，记警告一次。没有椅子，我想。没有没有，站站站站。哎哎。你看，他哪说我哪有放水？你看，就这一块最红。所以我觉得他故意，歪的有没有？所以我觉得他故意弄你。对呀、啊，等一下，你现在打这边，等一下这边再打一个，然后变一个八。哇，这个怎么会猜不出来呢？一定是这一张的嘛？真的是吗？我这一张，来来看看，真的是吗？看一下，我先去装一个这个，比对一下，比对一下，对一下，会不会翻起来是康哥的脸？要靠近哦，要有3D 的感觉，近得出来点啊。哎，这看不出来，有没有别的部位？有没有？就是，好来。哪边在胸部？胸部在胸部在前，哪边在胸部？哦哦，因为他脸太小了啦。表情，表情，看前面。哦，有有有有，看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右边一点。对啊，对对对，哦，这样有，哎，好，可以可以，来来来，来看一下究竟是不是他。哎呦，哦，这个脸，哎呦，这个脸哦，哇，多撩人啊，真的。多久以前拍的？两年前。你两年前胸部就这么大？我一直都很大，对不起。这在哪里拍的？在天宁岛，在塞班岛的再过去一点。哦，塞班岛，天宁哎，对，它是一个小岛，跟那个关岛嘛，它在中间。然后天宁岛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干嘛？它以前好像是那个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那一颗原子弹就从天宁岛飞出去。我天宁盖好痛。这一张哦，很漂亮哇，这个很有诚意。他这张把他个人的魅力哦，100%的释放出来。嗯，是。而且他这个身材哦，是国际身材。没错，因为不能太瘦。哦，对对，肉肉的，没办法到很瘦。你看肉肉才正。其实你真的要谢谢这个摄影师，真的，他这张抓的真好，身材好，表情也好，对，而且比例很完美。你看他那两颗大门牙，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大门牙，吓死了！我想那两颗大门牙，我被打了，你要原谅我。你注意的好细哦，很细节的地方。当然，因为秘密藏在细节，明眸皓齿，魔鬼啦，太多秘密。秘密就秘密嘛，对啊，没有秘密啦，秘密出来，秘密才魔鬼，赶紧出来，秘密跳，我们最温暖的大哥，温暖温暖是啦，温暖，因为外面场地还没利用到。你们家很常这样吵架吗？对，你们天天不是讨论兄弟情深啊，我起床就变掉，我们聊天都这样了。里面有没有什么意见？其实因为我爸他是军官，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要拍写真的时候，其实我爸就是非常的不开，非常愤，因为其实从我进演艺圈到发写真，他就是一直都是愤怒。我这本写真拍了一年，所以我在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因为我的妹妹就因为忧郁症往生，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把这个写真的那个稿费是就是捐给忧郁症协会。你做到一点就是说。就我们就看这一张啊，阳光沙滩比基尼就带给人家是正面的，对对，因为我就是希望让人家压力，对。然后后来我爸就是，他就有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有比较释怀。然后后来到我发写真的时候，他自己翻开的时候，他其实很满意，他后来还帮我分享。然后还因为他本来不是很怕，就是被他朋友看到觉得很丢脸，然后觉得我会嫁不出去啊什么。后来他还 take 他的朋友，然后说帮我女儿支持。那你有没有考虑拍更开朗？你说更就是穿更少的这样吗？对，我们讲开朗就好。这样还不够少。我其实我最近有一些比这个对啊，有我最近有没有想过拍那种一线天的那种？
我觉得我不排斥，我觉得只要有美感都 OK。对，美感，美感，艺术啦，有艺术感。最困难的还有家人的反应。对，请问朋友有什么反应？朋友应该都开心的吧，尤其是他，因为他那时候知道我要拍写真。然后他就会说，哎，现在这边什么天气好不好啊？然后传来看看，我帮你鉴定一下，这样。为什么？因为我看过很多写真集，我可以告诉他有没有市场性。对，就好不好看啊？市场性。以我一个男性观点，我会觉得我看比较多。那你们就还原那天你们的对话。对，我们很多天都会对他，可能就是抓局部的出来。对，你的建议是什么？嗯，不是，我就会说他传过来，我就说，哦，哎，如果可以再少一穿少一点，会更好。之类的，因为他有时候遮太多沙龙，他有的是沙龙，我就叫他把沙龙的弄掉。知道 pose 之类的。对 对, 對 pose。那你有买吗？有、啊，有他有买、嗯，但是他买了之后，他不知道把它丢去哪里。其实我们大家这样看啊、哦，就拍照漂漂亮亮的，不一样，那姿势难摆的、哦。嗯。那我们从选熊开始，就是说你每一个拿出一张当时拍照难度非常高的一张照片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哦、哇，我的是这个比拼了哦。哇塞，我、哦、这张很难。这张叫我们现场如何做的？要先有长头发。我跟你讲，我甩完这一张，我为了这张照片，大概拍了几百张吧。甩头甩了几次？我记不起来，但我大概甩了快一个小时。哇塞！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几秒钟的东西，而且要很用力耶，要连拍啦。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又不会，然后可能就是一甩，然后头发可能就喷到脸上啊，或是水珠。那有时候呢，就贴在脸上变海苔。对，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个我有拍过。你也拍过，太恶了吧？哎，讲得好，你要脑回来。是啊，我是说真的，我们真的也就是去塞班岛的时候，真的、哦，真的去塞班岛的时候，然后对不起，那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不是啊，我是我的旅游节目，我去塞班岛，我们真的也到游泳池去，然后我们就是有人提到说有人拍这样的照片，嗯，然后说哎、欸，那我也来甩一下，这个弧度甩得出来，但我们头发太短，嗯，他这张照片最成功的是什么？表情，对，嗯，表情不痛苦，对，我们拍起来那个弧度有了，发型有了，可是我的脸是这个样子的，哦，所以这个很辛苦在表情。我跟你讲，而且那时候太阳很大，我们后来是因为闭，就是用闭眼睛的方式，哦，张不开，就是闭眼睛。好，那来，然后、嗯、怎么了？你现在啊，就假装这样甩起来，然后弄一个性感的脸。干甩啊！对啊，不然呢？而且我那时候是站在泳池哦、喔，就站在晃泳池里面，模拟模拟。好，我先假想，不用游泳，好了，对，头沉下去。我们会慢动作，预备，气。哎呦，哎呦，再一次。干甩还要第二次啊？当然，就是来、欸，表情，好，预备，来，谁的麦？哎。很好，来，该你这个真，因为你要表情，重要的表情，要水感，水感表情，水感要水的感觉，因为要当水哦，对，要当水，水。你现在的要潜在里面的，对，好，要很起来，二三，什么东西呀、啊？你起来的时候挡到脸啊，要手啊，来，预备，气，你都没有。容易啦，没有水，大家慢慢，等一下，你先酝酿一下，还没，一下，七二三，哈哈哈哈哈哈，有哎、欸，只有他演得出来甩水，那你把水甩出来了，真的甩出水，不容易啊，这不容易，